好，谢谢大家，那个是太阳的祝福哈、哦。那如果各位想听太阳圣德导师的歌，全部在 YouTube 里面都可以找到啊、哦。只要你在 YouTube 里面讲太阳圣德导师歌曲，全部可以找到。或是如果你想听导师的音乐，我们这里也有他的 CD 啊、哦，也可以，你可以等一下会后找我们哈、哦。还有老师的，也有老师的 CD 哈、哦。好，那接着我们今天，我们很快哦，今天已经四月底了，那接着下来五月份马上就到了。那首先我们要报告一个好消息，五月初，那我们老师的新书《德香拟莲花》即将上市哦，《德香拟莲花》哦即将上市哈、哦，大概在五月初就会在各。哦，这本第一个德香拟莲花，刚刚你那个上面，对，这个，你要播放那个歌，不用，没关系，你先把它叫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哎，德香拟莲花那个演唱版，没关系，那个演唱版你可以，没有画面哦，对，没关系，画面就好了。你刚刚不是那个歌曲上面就有吗？没有那个演唱版那边就可以了嘛。德香拟莲花，你要找德香拟莲花。对，第一个，要点进去，哎，点进去，这个画面没关系，给他唱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就关掉哈。这个《德香拟莲花》就是老师的新书，他预计在五月二号、三号各大书籍全部会上架。好，那这本书的重点在谈什么？就是说，让我们德香拟莲花这个拟人的德香可以散发出来，然后呢，可以营造。婚姻的美满，家庭的美满，那这本书不是只有女孩子要看啊，老师教导男孩子更要看。那家庭幸福美满，婚姻幸福美满，必须怎样？哎，双方面都要互相去引导。哦，所以这本书在五月二号、三号，哈、哦，我们即将上市哈、哦，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到各大书局去买这本书啊。哦，然后呢，很快的，我们六月二号、三号的活动也即将到来啊，很快啊，剩下一个多月，然后老师就要远从怎样美国赶回台湾，为我们上这个身心灵提升的课程，哦，很快的哈、哦，马上就来了。好，然后接着下来呢，因为我们很久很久都没有做。怎样做自我助眠的动作，对不对？对、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做自我的动作、哦、那必须透过什么太阳祝福的伴奏音乐，我们来自我祝福一下、哦。好，那首先呢，在做祝福的动作的时候，我们要眼睛微闭，好、哦，眼睛微闭，然后呢，双手放在双腿上。没关系，我这里有，我这里在播，我这里就播掉了、哦、然后呢，眼睛微闭，然后双手放在双腿上、哦、开始先吐一口气，慢慢的吐到底。
停住，再吐一口气，吐到底，停住，再吐一口气，到底，好，慢慢的吸口气，吸到底，停住，好，接着我们观想太阳公公爱的能量的祝福，祝福自己，看看希望太阳公公祝福你什么，然后我们透过太阳祝福的音乐来祝福他，祝福自己，好，开始。介绍一下，我们让大家认识一下啊。好，我先请佩蓉。
下，能够以后能够更进步，谢谢，更圆满，谢谢。好，我们请立成。好，这个我们请，好，没有了，那你请那个，你帮他介绍一下。这个是我母亲，我们立成，让他来感受一下正能量的氛围。好，谢谢。好，谢谢，好，这样子。各位大家好，各位家人、超马的朋友大家好。好，是，住在附近。哦，你就住在附近吗？十路而已。哦，很近。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今天是第二次来。好，我很喜欢来。好，我希望能够继续跟大家学习。好，欢迎欢迎欢迎。好，接着我们请龙南，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来，这里。各位超马的家人大家好，姓孙，我叫龙南，叫我龙南就好。那我就住大顺路这附近，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读书会，谢谢。好，谢谢龙南。好，接着我们请那个。台英，台英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跟大家结缘，希望我跟这个缘分有深厚的缘分，谢谢。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大家好，我叫陈子薇，十五岁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再见面。OK， 谢谢子薇。好，谢谢下面我们一起。大家好，晚生。我姓陈，在台湾出生，所以台湾生。哇，很好记。所以你们都记得我的名字，但是我会忘记你们的名字。熟了就记住。我第一次来，其实我没有任何的概念。好，没关系。希望能够在这里学习，也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好，欢迎我们的台湾生，欢迎我们景慧珍。大家好，我是陈慧珍，因为。有一次我在我大楼楼下哈，有人是有看到你们的那个树，刚好我昨天有去自强那个黄市场，黄市场又碰到了，碰到了，真的是有缘。我是想说能这里学习一些能增加正能量，哦，很好，就跟我的朋友一起过来，好，欢迎，谢谢大家，欢迎欢迎。好，我还是问你们来。好，好，那对，很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圆满人生精英会。那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这一本书，好，这主要老师这个封面一直谈到的，就是这是一本生命之钥，要解开我们千年的迷惑。哦，那它的密码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爱跟感恩。哦，爱跟感恩。然后呢，因为我们爱跟感恩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上，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红尘中，我们大家都会谈爱跟感恩，已经谈了几千年。那如果我们大家再回头想一想，如果大家真的把爱跟感恩落实在生活上的话，这个社会上在红尘中我们会感受到怎样？应该是更美好。可是现在的红尘中有没有感受到更美好？好像没有，好像暴力越来越多。对，那表示什么？大家只是嘴巴谈爱跟感恩，可是生活上并没有去落实。所以呢，老师要我们把爱跟感恩要去落实，要落实到什么时候？落实到秒秒感恩，秒秒的去爱护别人。哦，就是要把生活中的每一秒，好，都要落实爱跟感恩。这个能量，或许
大家可能会想，要做到寥寥感恩，容易不容易？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哈。那我们要怎么做起？老师告诉我们，我们每天先从感恩十件事开始做起。啊，每天先从感恩十件事，啊，然后呢，接着我们要从每小时感恩十件事，这样去练习，练习，练习，练习久了以后，你会就会练习到怎样？对你周遭所有的人事物，你就能落实到怎样？渺渺的感恩。因为呢，我们都要了解到，老师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到一些事情，就是说物物有情。那这个有情不是只有指有生命的物而已，包括没有生命的物，它也有情。包括我们现在坐的椅子、坐的桌子，它虽然没有生命，但是你爱跟你用爱的心态跟感恩的心态去面对它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有一股能量会回应给你的。所以老师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如果我们每天对我们周遭的人事物，都做到渺渺感恩，你会感受到这宇宙的能量场是非常的奇妙的。所以呢，我们老师一直告诉我们，为什么老师刚刚我们会唱太阳的祝福？老师说，在宇宙间，在我们太阳系里面，谁的能量最强？太阳，对不对？太阳能量最强。那如果你每天都在听，都在吟唱太阳的祝福，那可不可以接受到太阳的祝福？可以，可以。那你能够接受到太阳的祝福，你的生活境会不会改变？会，一定会改变啊！因为有些事情，我们常常在讲，老师也常常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用凡俗的能量无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在超马系统修行的家人，我们立马带过要有一个概念，我们还有什么的能量？太阳。对对，我们要在超马的家人，我们还有三种无形的能量会得到祝福我们。第一个，天地的能量；第二个，老师的能量；第三个，太阳公公的能量。这是其他的修行法门所没有的一个能量。那我们如果能够常常的如法实修，所以老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如法实修的时候，我们要调动这些能量，容易不容易？容易，很简单，很容易。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这个系统，它的主要的一个组织一个内容。那超级生命密码里面总共它谈到的有九种的心火。这本书里面总共有九个心火，这个总共有九个心火。那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来这里，我们要修行。那请问各位，什么叫修行？知道吗？修正观念跟行为。修行简单的讲，就是要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什么行为、语言跟观念。然后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不管什么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困境，我务必要怎样完成这些事情，才叫做真正的修行。如果你只有知道这个概念，那你没有漏法去实修，你没有真的去把你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把它修正过来，那也没有用。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功能叫取的功能，我空谈没有用。所以老师一直强调我们要如法实修，如法实修。所以要修这个，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修什么？修心，对不对？何谓修心呢？新来的朋友知道吗？我们何谓修心？大家知道吗？修行有人讲什么叫修行？刚刚讲的简单的讲，就是修正自己的错误的言语行为，对不对？观念。那要从哪里去修？有人讲修行就是修心，有人讲修行就是什么修德，有人讲修行就是修什么修智慧，有没有？那这样的讲法对不对？都对。因为为什么？因为心跟德跟智慧都是有关联的，都是有相关联系关系的，有相连线。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修心，对不对？对。心，那怎么修？谈到修心，就要谈到思维嘛，对不对？那谈到思维，就是要谈到什么？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有没有？对。哦，所以呢，要谈到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所以呢，常常人家告诉我们，我们静下来的时候要怎样？要做到什么？一念不起。所以呢，有人告诉你，慎独，自己独自下来的时候要很谨慎，告诉你不要什么，不要胡思乱想，因为我们人的脑袋瓜太会想了，这一秒钟有多少的念头会闪过你的脑袋瓜里面去，所以一定要做到。那怎么去做到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不要意念乱飘？所以老师告诉我们要怎样做心法，要落实心法。为什么？所谓的法就是什么？就是方法，就是真理。那修心，心法就是要让我们的修的这个心法，让我们的心合乎什么？合乎天地的真理。自然而然，你合乎天地的真理，天地的正能量来帮助你的时候，你的心会不会比较容易静下？会。对，这个你就会感受得到。当天地的正能量给你加持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你的心就很容易静下，对不对？对。所以呢，修心，修心又扯到什么？修德。我们常常讲，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跟德有关。所以很多你在宗教走过，他都要告诉你什么？要行善积德，有没有？有。要行善积德，然后呢，要厚德载物。得之良过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在你的生活境，你就会过得怎样？更平顺。所以叫做厚德载物。那德怎么修？我们讲，今天我们来修行，我们要修什么？德。修德，要修天道，怎么样？对不对？要修天道。那请问各位，如果人道，人道你修不圆满，可不可能修天道？不可能。所以呢，很多历代的我们传统中国文化里面，我们有哪一些？有儒家、道家，有没有？有。佛家都告诉我们要怎样，要好好的去落实我们传统五千年的优良传统文化，有没有？有。对，他都叫我们什么？要行善，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在修人道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做到什么？老师告诉我们，这我们五千年来最好的一本修人道的书《弟子规》。我们要落实《弟子规》，所以老师要我们每一天都要怎样？哎，要看一篇《弟子规》。哦，那《弟子规》这里要在谈什么？谈孝为什么？对，所以呢，出得孝，入出得弟，入得下，对不对？那请问各位，我们大家应该都大部分的人都有小孩，对不对？那请问各位，现在的小孩懂得孝吗？对。那80%的都会摇摇头，但现在的小孩不懂得孝哈，对不对？为什么？对，因为老师讲，我们小时候，我们以前没有读过《弟子规》，我们的没人教，我们的父母亲也没有教过《弟子规》。我也不知道弟子规，那可是我们以前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我们还懂得怎样，不能忤逆父母，这是我们基本的概念。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忤逆父母，但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我们现在的教育都怎样，崇洋，对不对？那你看外国人他教你什么？他不教你做人道，他只教你科学知识。所以呢，外国人他有一个概念，跟我们东方文化不一样。我们东方文化有没有？我们常讲无后为大。事实上，我们常讲把这句话误解。所谓的无后为大，不是说你无后代，对不对？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大家就解释错了。所谓的无后，就是怎样，你的祖德没办法流芳。办法流传下，那才真是的一件大事，应该是要这样解释才对的。
可现在误很多人都误解怎样？我没有子女就是，哎，没有生儿子，没有什么，没有传承就是伟大，是上错。我们要了解到所谓的伟大，伟大就是要主德流芳，就是你的下一代都有人传承什么？你们的主德，你们的家风，哦，那个才是真正的武后伟大。哦，所以呢，对你讲一讲，看说的重要，对不对？对对。然后为什么要修智慧？因为你修了德，自然而然你就会怎样？有智慧。有智慧。对，什么叫智慧？请各位，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智慧？这个算正确，对对对，被牵着鼻子走，对，这个也是对哈。什么叫智慧？明心见性，哦，明心见性，对。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所谓的智慧，就是你对事情要明达通，叫做智慧。对所有的人事物，你都明达通了。就是智慧，那智慧是靠读书得来的吗？是，对，靠修行，靠你本身的本性，你的灵性提升而来。所以你的修行修的层次越高，你的怎样智慧的提升越高。所以呢，修行怎样修智慧，然后呢，智慧又跟什么有关？跟德有关。你自然而然你的德修德修好了，自然而然的你的德上来了，有没有？你的能量就上来了，那能量一上来，有没有？智慧就会开。所以我们这样哒哒哒哒讲一堆，有没有？大概大家就对修行有一点概念，有一些概念，就知道说，哎，今天进来这个修行，我要修什么？我要做什么？哦，然后呢，基本上我们要先从哪里做起？孝，孝道。哦，所以回去呢，对父母亲不够好的，赶快，哦，对不对？然后对兄弟姐妹怎样？也是要改善彼此之间的好关系，所以叫做入得孝，出得弟。所谓的弟就是兄友弟恭，对不对？所谓的五伦之常，这个我们要去做。那这个里面在《弟子规》里面全部讲得一清二楚，哦，所以有机会老师告诉我们每天要看你写的《弟子规》，哦，所以如果接着下来如果有需求的，到时候下了课可以找我们，哦，要这个，哦，好，那我们就今天我们来导读一下，我们今天要导读的章节，我们今天要导读的是第十五章，我们打开超级生命密码第187页，187，新版的是180页。好，生命的奇迹，你也可以，请各位想不想创造生命的奇迹？想。对，每一个人都想，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想生活的境界更圆满，对不对？对。对，那你去想，各位一定都走过很多的宗教嘛，怎么样？我想在座各位在没有接触超马修行之前，大概每一个人都有宗教信仰，对不对？那几乎八成的人都有宗教信仰。那每一个宗教信仰都告诉我们怎样要行善。那你去想，八成的人都信教，八成的人都知道这个教义，都要行善积德。那一般我们再回想看看。应该有八成的人都有这个概念，如果去落实的话，那这个社会应该怎样？要善到不行，就要像古时候的人晚上睡觉不要关门，不用，不用。可是现在，不是不用关门，你家家户都要做铁窗，有没有？有。对啊，那不是表示什么？心不善，都没有去落实啊，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哦，都能够真正的落实，哦，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每一个人念个两段。好，我们先从来处理。我们从小到大一定有听过这样的经验，某个人在某些生活上的实质问题或是身体上的病变，
因为经过自己强烈的意志力、信心、决心，后来冲破了难关，达到人生的另外一片的桃花源时，他的故事被揭露出来，让大家知道，并且成为一个大家可以效法学习的对象。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一件美事，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其中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当你听多了这种例子，再把所有的例子放在一起比较，你会发现有这样的奇迹发生的可能性，都是因为主事者的心念，希望求得一个突破，或希望有一分和以前大不相同的好成绩，最后千辛万苦地得到了想要到达的境界。从中你就会毫无疑问地知道，每一个人的信心和决心是不能够突破现状、拥抱未来更光明前景的基本的决定点。也就是说，从你的内心深处，自己究竟愿不愿意下一秒中所得到所过的生活比上一秒钟好。如果能够说服自己100%的朝着自己的心中目标确确实实的往前开创，才有可能创造生命中更大、更好、更奇特的种种奇迹。绝对不能空口白话，若没有任何决心跟目标，没有任何的实际的做法，后来就大不可能的得到任何颇有收获的结果。如果今天我们认同了那些众多例子里面的结论，就必须告诉自己，我们心念决定了我们前途和未来，以及你究竟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都必须以内心做一个最密切的沟通，地毯式的反省自己，你才会知道明天的生活是不是正如你心中所想。好，我们感恩群里接着我们贴的，我们念两段。有人一心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健康平安的身体，但是却每天早餐拿着泡面当主食。有的人希望家庭和乐融融，但是自己偏偏很容易生气，经常把问题矛盾点挑出来，让自己每一分每一秒生活得不安宁。有的人一辈子有那么多的梦想，有那么多的计划，但经常是牢骚满腹。而更严重的致命点是，因所有的主题都是三分钟热度就从手上放下，从此再也不愿意理睬过问。只要你留心看看身边周遭的人，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心中所想和决心，在付诸时执行的种种实际动作中，总是互相矛盾的，而且阻碍了自己的前行。但这些人往往在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点上一直打转，而有些人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达到自己的理想时，就灰心气馁了，结果人生态度就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对任何事情不理不睬，或者用非常负面的情绪去面对所有的挑战及问题，最后把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搞得东倒西歪，不但害了自己的及家人，而且总觉得这辈子要再见曙光是那么的飘渺遥远。当旁观者看到这些实质的处境时，不难发现很多像这样有相同结果的落魄、潦倒及失望的人，从以前至今的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他们总是在目标点和行动点两者间不能够在同一个行进上做最大的努力。有些人走了三步就气馁停止了，然后牢骚满腹的埋怨着所有的人，所有的过去不但苦了自己，而且身边的人都受害其中。好，我们谢谢队长，我们接着请立成念两段。当你面对一位满心沮丧的人生追求者，你问他在人生中什么是最遗憾、最让他致命的失败主因时，他会给你千千万万的理由，而且加上自己的结论，来凸显他过去的用心及努力。
并且有意无意地试图包庇着自己。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确确实实地摊在台面上，你不禁要问当事者，就算现在说服了别人并告诉了天下，你也无法突破自己的人生，无法产生生命奇迹，去赢取各项未来果实的那份殊荣。这对整个人生来讲的确毫无意义。毕竟你能说服某一个人、某一些人，告诉他们你为什么无法成功和突破，并不代表那一群人就真的相信你所说的，接下来就会还你的公道，将你带入一个真正的人生光明面。就算讲了千言万语，解释了无数个例子，都是于事无补，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所以聪明的人应该是认清方向，咬紧牙关之后就不畏任何艰辛困难，总是希望达到自己目标的那一刹那，赢得成功喜悦的同时，才有资格可以松一口气。绝非是制造了一个祖上的失败成果之后，一辈子在那里抱怨叹息或招揽别人对他的同情，结果浪费了一辈子，最后在辞世时含恨而走。像这样的人生活品质，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都丝毫没有任何的实质帮助。所以我们要越早离开这种恶性循环的模式，才能越早看到自己下一刻生命曙光的来临。好，好，可能谢谢。好，我们先这六段。好，各位有没有任何问题，或是有没有人要分享的？嗯，我来分享。好，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新朋友都非常的有福气耶，真的，因为一来就可以听到张大哥对修行这个区块这么精辟的清楚的解释，让我们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好，那我先来讲讲我自己在这一段里面的一些感触。其实我在接触超马是一个因缘，我不像各位这么的有福气。当我的朋友台南一个王董大哥，他把这本书送到我家哦。好，送给我家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看，我的歌在我的书桌上面，书柜上面，大概三个多月都没有看它，因为看不完的书。那很感恩，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张大哥，还有另外一个曹姐，他又跟王大哥到我家去之后，让我更深入的去了解这本书的意义。那他们俩，其实我是这样讲，我是一个家庭主妇，那我现在的工作是在照顾一个90岁的婆婆。那我每天都是在跟婆婆打仗，为什么？每天都是怒气，因为她已经失智了。那我不会因为她失智，我就认为她就是应该是怎样，她就是，我认为她就是一个大人。如果她是孙子的话，我好像我还会包容她。我检讨我自己，因为孙子你会好像啊，她是囡仔嘛，我们就是要包容她。可是你是大人，你为什么还会做这些无厘头的事？你常常就会犯那些真的，我觉得我还要去收拾后面的那些烂摊子的那些事，我就觉得每天都在打仗，真的讲真格的。可是我又好像我又卸不下那样的责任，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兄弟，根本都没有，我老公他们有四个兄弟，已经目前是都没有人在照顾婆婆，没有人愿意照顾她。那因为婆婆跟我们住了20-30年，我就理所当然的，我要承担她最后到现在这样子。可是那种怒气还是一直的存在。那我很感恩，当我张大哥跟彩虹姐去让我深入了解这本书，我去开始看这本书。更重要的，真的，我觉得我一直要推荐《弟子规》。以前我真的不知道《弟子规》这么好。那当我真的落实在《弟子规》的时候，我发现到爱跟感恩的时候，我才发现到我应该要感恩他耶，感恩我婆婆。为什么？因为她，生了一个很棒的老公，儿子让我感恩。真的，我最开始会觉得我应该是不是要感恩她。然后因为我也曾经听过我婆婆，她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女人，因为那个年代的女人都很辛苦。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将心比心，她今天是这么
辛苦的过了一辈子了，那现在跟我住在一起，我应该用更多的爱。对，真的，所以我真的很忏悔，我真的很忏悔。那为什么今天我可以愿意讲出这一套？因为我改变了嘛，我有勇气来谈了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还不懂的话，我相信我谈不出来，我不敢讲。你心里还在抱怨？对，我还在抱怨。真的说，关医生，你真的超优秀的，你真的很棒，真的，我给他掌声好不好？其实真的，我们人都一直都是活在自己的那种意识里面，觉得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真的是应该这样子吗？不是嘛，对不对？事实上，真的，你当你把心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回想到说，其实我们人可以改变的生活境，是靠自己观念的改变，你的态度的改变。当你的态度跟你的观念改变了，我的行为改变了，我开始对着我婆婆都感恩。然后每次他吃东西的，我就会就是很快乐的弄东西给他吃。他是一个吃讲在罢了，对，他们不知道吃过了。对的，哦，你好有感觉哦。那他可能万一你是过来人了，你是过来人啊，照顾这样的长辈吧，我想应该是。没有，是我弟弟照顾。哦，那你要感恩你弟弟，真的很棒。所以就是这种状况之下，我现在的心态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那是因为我来到了我们这边的读书会，让我学习，让我改变了，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谢谢。谢谢，谢谢可以很棒分享。今天我们来了超马学习了以后，我们了解到老师告诉我们要把弟子规落实在生活上。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都会碰过像春雨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哦，那春雨他没有进入超马修行的时候，他也是会一个想法：为什么兄弟姐妹这么多人，为什么会要我这个媳妇要来侍奉婆婆，对不对？脑袋瓜就会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是我，对不对？那等你脑袋瓜闪到这个念头之后，你做出来的事情你会怎样？一定会有反应，一定会很难，因为你不喜悦，不喜悦身上就会来了什么了？负能量。所以呢，我们你看这个负能量一来，你身上马上连接什么？负能量，对不对？对，那你负能量你排不掉的时候，一直累积，一直累积，那你想生活的境会不会变？不会变，会越来越糟，觉得会越来越糟。哦，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用怎样？用感恩的心去面对所有的事情。你这样一面对的时候，你马上身上天地的能量会给你什么？正能量。马上正能量一给你，你身上的负能量被消失了多少？对不对？对。那你身上等你的身上正能量带来负能量的时候，你的境瞬间改变，一定会瞬间改变。哦，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我们感谢春雨给我们很棒的一个大家。啊，好，谢谢。还有没有人要分享的？没有，来。今天有很多新朋友来，欢迎大家。大部分都是我说的熟女啦，都是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什么。我所见过的很多宗教团体，大部分八九成都是女人来参加，来女人就是维系着一个家庭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老师做这个德香女人花，哦，很重要，就是因为女人其实这整个社会环境也是靠家庭，家庭的最主要的主角就是妈妈女人、哦，人家所谓的女人撑起半边天，男生他觉得他我只负责赚钱，他其他小孩什么他都不大会管，所以一个妈妈在家庭里面很重要的角色，维持这个家里面的兴盛，哦，健康各方面，然后这个家庭又带动整个社会整个哈邻里各方面，所以这也是导师超级生命力量里面的主要宗旨，就是希望我们从我们本身，再透过超级生命密码的这个修行，让这
家庭从家里里面开始改善，它就会整个影响我们的社会，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你看我们来修行，我们是不是以我的例子来说，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很久，可是修也是算做禅修很久，可是也 是有一点改变。可是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我来到超马，我最大的差别就是我感到很心安，这个心安很重要。你心安，你家里面的整个磁场整个能量会改变，因为你心安，你不会他早上会怕什么事都怕，怕小孩子感冒生病，或怕小孩子念书不顺利，怕小孩子工作不顺利，什么很多很多怕的都在妈妈身上啊。所以我来超马，透过超马，我就是很快的我的心静下，因为我觉得他让我的心境，我可以比喻到，那就是因为正能量的改变，你家里的能量场改变，你就会跟着小孩子，他不会他就不会老是出问题，因为他会让你会觉得，那你就是很放心啦、就是不会说以前小孩子出去，我就是盯着后面打电话或者干，现在不会哦，现在小孩子怎样，他很独立，就出去干什么。都不会，因为我觉得超马给你这个最大，你可以从这里体悟到，他对你才是最重要的帮助，对我们这个当妈妈真的很重要。你来超马修，你老师有说超马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他改变很快，可是你如果没有坚持意志力或者是臣服老师，你和马上有好的成果，你就会忘记超马给你的好处，你就会松懈或者懈怠，然后没有把持坚持去修，然后你就会退转，然后你就会离开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修行，然后你就是已经来不及，真的是会退转很快。所以我的比如是老师常常讲来超马修，你一定会改变，一定会多少从哪一方面，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你是要透过实修实练，你就会一定会永远受益。真的，我的体悟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因为导师教我们的是修心，修心。可是导师的书很多，包括很多各方面健康啊、生活啊、你的观念什么你们都可以透过书后面很多。老师后面很多这个些书，你来这边参加精英会，这边书都有，你们有那个有需求，你来这边你都可以去看老师的所有这些书然后你就是会提到，而且老师平常会很关照我们，会在我们你来修的时候，你会提到老师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方法告诉你，你怎么样去破你的劲，破你的心，然后你会很容易去安下来，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方法虽然很简单，很容易，不用像外面你要去读经文，你要读很多经文，而且你不会懂，搞不懂，因为我们实在也没有时间去深入那么多经文，而且对你没有马上帮助。可是你来学超马，你会真的会觉得。他人很简单，很容易，可是又很容易懂，然后很容易做，也不会在你生活上造成说很浪费时间或怎样，你可以慢慢去体悟。所以一定要不要说觉得好像没什么，这就是他的奥妙的地方，就是他很简单易懂，可是他的受益很大，这是我讲到的。我们谢谢丽燕，她刚刚讲的很没有错哈，因为她以前我们的小孩，她是我老婆哈，因为以前我的老二，以前就一直渴望去日本上班，那就一直曾经到过日本留学，然后留学完也一直想留在日本工作。
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啊、哦，一直都没有机会。然后见过了超马以后，这个如法所说以后，啊、哦，我曾经在这里讲过我们家老二的故事嘛。然后就在去年，就在今年，就在去年年底，那就有一个机会，那日本一家公司，通信公司，他要招财，然后他到台湾来招人才，然后他的限制是年龄要30岁。那我老二，我二女儿已经超过30岁，然后他说：“爸爸怎么办？”这个我很想去参加这个征才，那怎么办？我说：“那你不管了，你就把你的履历先寄出去，对不对？至于公司要不要，对不对？是公司的事。那你要记得，我们还有怎样？天地的祝福。好、哦，所以呢，他就把履历寄出去了。那很奇怪了。”既然破例，第一个条件他已经不合了，年龄超过30岁，第一个条件已经不符合。可是他既然呢，既然他接到了面试通知，那去面试的人里面只有他一个，怎样？年纪超过30岁，所以呢，那个日本的社长来面试的时候，他也把他列入为什么？几率比较小的那个小组，因为你年纪已经不复合了嘛，所以他就把他骗到那个不复合的那个小组去。然后那个社长亲自来台湾面试，整整从早上一直面试到晚上，面试了一天。然后呢，面试完，他说，我就问他，我说，哎，那你面试回的，面试完了？你感觉怎样？他说很奇怪呢、欸。面试的时候，那个社长跟我好像很有话谈呢、欸，一直聊不完呢、欸，一直聊一直聊，结果我变成聊的，人家都两个最多20-30分钟就出来了，结果跟我聊了将近一个钟头。那我跟他讲说，那你可能有机会被录取。他说会吗？第一个我年纪比较大。所有人应征的人员年纪都最大，对不对？结果呢，晃倒我录取，他被录取了，他真的被录取了。所以现在我的二女儿已经在日本上班。好、哦，所以呢，我告诉各位，只要老师常常告诉我，我们在超马系统里面如法实修，我们会怎样？得到祝福，然后会惊喜连连。哦。那今天我也很高兴，因为刚刚我有跟群里讲，今天我又接到一个带我们当家来讲，是个天大的喜事。因为今天如果大家有看《自由时报》，应该会看到一个信息，哦，他是《自由时报》刚刚的一个信息，我家的二姐，她在日本，今年得到日本花艺天王赏。就在日本是最高的一个赏，如果你能得到这个赏，在日本可以当成国宝。他是这几十年来第一个外国人在日本得奖的，第一个外国人在日本得奖。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怎样，很排外，哦，所以要在日本，你要有所成就。不太容易哦，因为当初他拿这个奖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些经历。他曾经参加过日本的电视冠军插花比赛，他已经进入到总决赛，就要拿到看看谁是冠军。结果那个评审委员都是日本人，一看他的来历，不是纯真的日本人，就怎样？不让他拿冠军，就故意把分数怎样打低，所以跟第一名的差0.0分，他被拉进。好、哦，所以我们在这个
草莽修行里面，老师常告诉我，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小脑袋瓜怎样可以想的，可以所思维的。所以呢，只要我们如法修行以后呢，我们得到天地的祝福的时候，谁会帮助我们？天地会帮助。所以我今天我看到我日本的姐姐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大奖，我内心真的是很感恩，感恩天地的祝福。因为我姐姐要等这个奖已经等了好几年，她已经申请了好几年，可是都没办法拿到。哦，那今天在自由时报登出这个消息，我看得很高兴。哦，因为这边它是什么？我作为第一个老开花，我想到的就是感恩天地的祝福。哦，那我姐姐能够在日本，哦，能够为也是等于是台湾之光。哦，对，啊，对对，啊。所以谢谢大家。好，有没有人还要分享的？有没有？好，那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导读下面六段。好，好，来，听起。经常在接受佛教者前来咨询的交流过程中，明显看到许多佛教者在吐露他的抱怨或者在诉说自己问题的过程中，几乎九成以上都可以从中将问题的根源点找出来，并且从根源点去追溯求教者过去的岁月里心中曾经发生过的哀怨不平以及无奈，也就是一语道破当事者听到这么多年在他心中的痛苦，究竟是什么惹了他惹了他自己。经常有人一开始还老实在在的笃定的说，你不会理解我心中的痛苦，因为你毕竟是局外人。但我从他的言谈中或用其他的方法去破解他问题的根源点时，好不容易对他做了一番彻底的剖析事实的解释及所得到的结论之后，当事者往往不得不认同我的观点，且180度的转向与我一致，去突破他原先所有面临的困难及挑战，最后大多数都能够有正面的结果。而从那么多的事例中所得到的结论也明显可以让我看到，任何人在生命的过程中，不论家庭、生理、工作等等现实的困境，始终都会有一个问题的根源点。越早把问题的根源点找到，越能找突破困境。若无法找到问题根源点，就算你用尽了力气，还是事半功倍。所以，究竟想不想解决问题，想不想突破，想不想有非凡的获得，这是自己必须要做的决定。一旦心定了，才有资格来谈生命的奇迹会不会在自己有限的岁月中落实发生。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读到这里，虽然心中深切的盼望，但又长叹了一口气，喃喃的道出：“你怎么会懂得我的实际困境呢？有那么多的问题，又怎么可能这么轻松的彻底解决呢？所以现在我要用特别提醒普天下的朋友。”问题不能解决，会不会出现曙光，就在于你自己的那颗心。如果现今的思维无法调动去解决自身各种问题的渴望，哪怕是10种解药在你的面前，毕竟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世上的困难与否，就在于你的心。若是有第一步想要解决问题的诚心及恒心，很多时候宇宙世界里就会给你一些原先想不到简易的解决过程，最后达到自己的目标，化解了原来觉得极为棘手的问题，进而真正掌握踏实的人生，发挥这辈子我们应当要扮演好的各种角色。好，Thank you.
人们说一善破千灾，在我看来，身上或围绕着身旁有没有光，是能不能够把问题彻底解决的首要条件。像有些人在生活中不如意，或者是有心结没有打开，最后糊里糊涂的用尽各种方法寻短，在这人身上因为缺少光的引导，再加上复杂的磁场共振，引着他一步一步地往坏的方向去找解答，找到最后就在自己的生命里提前结束了原本的篇幅，实在相当的可惜。但如果有一丝丝光的引领，循序渐进的朝着光明面去想、去走、去做，在迅速地把心态调整之后，就比较容易与大自然间那股光明面做一个充分的结合，进而容易将原先痛楚、问题、矛盾都能够透过光的智慧帮我们做阶段性的提升，而轻松地解决了自身的难题。所以你很难用自己的种种思维去评判宇宙间可以给予我们的能量或智慧，但我们必须先是一个好的接收体或者是导体，你才能够有福气得到宇宙的祝福及天地的加持。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究竟自己要在这出舞台剧上扮演着什么角色，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真正的导演、真正选角色的人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人。大家在每天忙碌的24小时里，究竟要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品质，没有人能帮我们做最后的抉择，唯独自己拿出决定及主意，朝着自己的目标一点一滴的循序渐进，才有可能在迈向精彩生活的族群中有着肯定的希望与可能。好，谢谢啊，这本书。我在这本书里几乎都是用着轻松的口吻，将一些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小绝招透露给大家。我希望明眼人可以习缘习武力，抓住机会，彻底把这些小绝招用在自己的每分每秒里，去享受大自然本来就蕴藏着许多要给我们的福气和机遇。过去也许因为机缘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得到这方面的资讯，不过在当下这会儿的智慧就将派上用场，帮助自己决定究竟如何把握，才能够激发生命的各种火花，进而灿烂今生的各项成就，确认精彩生活你也可以，而且你必定可以，因为现今你已有了这本参考书，可以为自己的生命邀请更多方便的帮助，无论是宇宙星辰或是自然天地，用对了方法，想对了 事情，做对了决定，这些就好像我们攀爬山峰，一步一步都在对的顺境上爬，最后就登上了以前认为是艰巨而不可能的任务。我们静下心仔细地想一想，并且看看别人想想自己，许多事情所得到的成就经常都是在一点一滴进步当中，后来创造了人们争相祝福的巨大堡垒。有时候一开始若有着虚无缥缈的幻想，种种浩大的景象，到最后会落空的机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大，所以我们要有目标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能只是欣赏自己所发出的心愿与目标，而是必须一步一脚印地落实及努力，才有可能得到未来的丰硕成果。就在每一个细节里，每一个挥洒汗水的同时，是不是能够那么顺利？是不是能够有充足的智慧？是不是都能如同自己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一件一件去克服实现？渐渐克服现实面丢给我们的挑战，除
除了问心无愧，尽力尽己所能以外，再来应该是广邀天地的祝福，让一切是那么的顺利如愿。当你完成了一个小的阶段，再往前迈向下一个阶段，这样子一步一步，一个过程一个过程相继完成，挥洒汗水后的满足与喜悦，将在自己亲眼看到这些成就中得到那份满心的慰藉。好，我们感恩以方。好，我们这六段有没有任何问题？这六段里面是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要接受天地的祝福。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人，受体是一个导体。那怎么样做到自己是一个受体，是一个导体，知道吗？就是要如法实修。所以老师也会讲，你如果你没有光的引导，你可能就是表示什么，你身上你接受不到能量，接受不到能量，因为你接受不到那个光的引导。那没有光表示什么？你没有如法实修。那我们常常在讲，老师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来超马修行，我们一定要修行到什么？身上的光。为什么要修到身上的光？那光又跟什么有关？光跟能量有关，那能量又跟什么有关？这个都是有关联的。跟什么关？跟资量，对。所以呢，老师跟我们讲的，因为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这个心识心际缘的来源，水都尿不出。什么叫心际缘？物事的来源，水都尿不出，会不会来？会，很多人的答案都会。那请问各位，如果要扭转这个心际缘的来源，靠谁？那靠每一个人要怎样？必须要用对方法，要找对人，对不对？就是老师讲的，你必须要怎样？要找到一个正确的修行法门，然后呢，这一些正确的修行法门，有这一些人，更多人进入了正确的修行法门以后，每一个人的心性都趋向于善，对不对？每一个人的德资量都够了，那这个宇宙的能量才有没有可能转变？对，才有可能转变。那这个心际缘的来临才有可能怎样逆转？所以呢，为什么大家都会知道来进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怎样？要去度化世人。所以常常都会听到老师讲去花书。度化世，去化世。那老师也一直告诉我，你今天你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修行，你要如法实修。第一件事从什么开始？忏悔。对，老师讲，先从花书练习开始。花书，把我们超马的书去跟人家结缘开始。这个就要告诉你们，花书帮自己怎样造功德，对自己帮自己造功德，然后呢也帮别人怎样提升灵命。所以呢，你好我好怎样，大家都好，那这个宇宙的能量才有可能怎样，才有可能扭转。如果没有的话，那新界的来临就会很快，没有错。那在超法系统里面，你要躲过这种心机缘的浩劫，必须要怎样？要修到有德有光。你要有德，修到你有德，你才会怎样？有光。所以德跟光是有连带关系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为什么没办法修到成为一个受体，一个导体，表示什么？里面有无法实修，一个德之量还是不够，所以要赶快怎样？以积德、黑德、养德，赶快把德之量怎样？要落实的德之量怎样？够了，那自然而然就会身上就会怎样？有光。那请问各位，身上有没有光？怎么去判断？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没有光？哦，好事连连，我仍然讲的好事连连。生活尽平顺。哎，生活尽平顺。对，今天如果你如法实修了，有没有？你有德了，你身上德是两过了。请问各位，就像刚刚两位讲的，你的生活尽会不会越来越平顺？会。对不对？然后呢，刚刚讲的，我们仍然讲的，会怎样？好事连连。会不会？会。那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会怎样？你就会怎样？智慧去解决。所以这个从这一些迹象，你就可以了解到，大概我要恭喜你身上应该有光。因为那些净都是怎样？好净，都是善的行为，对不对？我表示你在这个系统里面修。舒服的，人修的还蛮不错，但是修的蛮不错，也不要高兴太早。老师讲了，你要坚持到最后的怎样？坚持到最后五分钟啊，对不对？你才算成功啊。为什么？有很多人都怎样？只有坚持前面的五分钟，好了就怎样？就忘了，对不对？没有持之有恒啊，到最后就变成失败了。对不对？所以人家讲，失败是坚持前面五分钟，成功者是怎样？坚持最后五分钟。希望各位要怎样？好的东西要怎样？持之以恒，要坚持到最后的一刻，对不对？那才叫成功，对不对？就像你钻木取火，你钻到一半会不会有火出来？不会，不会。你转到一半，火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你停下来，你是不是要重新开始？对呀、啊，所以你要持之以恒，好继续。虽然劲越来越好，你也不能讲啊，差不多了，可以了 ，OK 了，对不对？还没有哈、哦，因为老师希望你不是只有这么很简单的，就是说啊，修到这样，我生活劲好了就好了。老师不是告诉我们只要修到这样，我们要修到什么？灵命提升。然后要怎样？要回到你灵魂的归处。你的灵魂从哪里来？要回哪里去？对不对？这才是真正修行的真理。那如果你不想，就老师有人问老师：“我怎么知道我的灵魂从哪里来？”老师说：“你修到一个层次，你在做心法的时候，自然而然那个境就会出现。”所以就会出现，会告诉你你的灵魂从哪里来，他想去哪里，他想回家。就像我们看那个外星人片里面，那个一定要叫 I'm go home， 回到回家。另外也有人常常会在那个静下来的时候，然后大概会有一个信息会出来，会一个信息叫要回家，你会有人在当静下来、哦。所以有人问啊，啊老师。好不好？我的灵魂是从外星球来的。他说对，有人的灵魂是从外星球来的。那老师说，那你就修到一个层次，那就由你自己抉择，你要回到外星球去，还是要留在地球上当什么？当红神？由你的灵魂自己决定，对不对？所以老师告诉我们，我们修行，这样我们生活境都很圆满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怠惰，我们必须要再继续努力修行。老师讲，一定要修到什么成圣成修，对，那个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好、哦，那不达目标怎样？事无从事。哦，这个就是老师要告诉我。
这样子大概大家都比较了解修行的目标是什么、哦、不要很盲目，我到底要修行要干嘛，对不对？你现在这样一讲，大概你也了解到你的灵魂的归处是要往好的地方走还是往不好的地方走。所以我们常讲嘛，一念下地狱，一念怎样上天堂，对，完全都有啊。这样讲，这样有没有清楚？有没有人要分享的？有没有？好了，请。大家好，我叫英琪，很感恩有这个分享的机会。那么昨天在网络共修的时候，老师他有说，人生的舞台要自己搭，就跟这一篇我们看到的，这出戏，这出舞台戏上扮演什么角色，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真正的导演，真正的选择角色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他的。那在超马系统当中，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东西。那我自己深刻的感觉是，我在超马里面学习，其实我的金钱流还很平顺，但是我觉得我获得到最大的是我心灵层面的快乐。好，因为可能我看医务好外跟他说，我会去寻求，因为我是还剩下母亲嘛，那我有跟我同小同学分享过，我会去寻求说，当我的父母亲走的最后那一刻，我能亲眼，我很清楚知道说我把他送到哪里去。好，这是我想的愿望。但是我不知道我要用什么方法。那么相对之下，在我接触到超马之后，那我更笃定的说，我知道我要用什么方法能让他过得更好。好，以人工机器人来当这亲子关系，好，那是最大的，可能前世有很大的因缘啦。我个人感恩生来，我阿哥感恩教育来呀。可是我觉得说，超马它是很简单的东西，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其实不可惜说看我们怎么样去掌握这个东西去做学习。然后网络共修老师他常常在提到 我很喜欢上我们礼拜六这边有网络共修，为什么？你那个班块的看到导师，然后导师他也会跟我们讲一些生活上很基本的理论。他说没有一个系统他可以教我们，就是很明确教我们做人的道理。现在的外面的系统很少，比如说佛教或什么，那当然那是不批评关系。我觉得说，没有说没有一个人教你做正确的方法，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我们要以弟子规去做前提，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那天体悟到说，原来我们在超马里面学习，就是在学习那个德的教育。当我们学习之后啊，那得当你影响身边的朋友，不管能影响到多深多远。至少你把你自己的氛围做好了。可是我就说我落行在我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啊，身边的朋友包含家人他们都有改变。好、哦、这是我在超马里面我觉得最快乐的地方，因为不是金钱，而是那种心灵的满足。你像我们为什么每次都会跟太阳公打招呼的原因是说，我们会有感觉到他的温暖。如果各位以后有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出去跟太阳公打招呼的时候，你会接受到那个温暖。那为什么老师一直在创造新的歌曲，是因为他的每一首歌里面都有富含的正能量。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在路上可能在等时间啊，或者什么唱那哈歌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能量都是满满的啊。当然啊，那出去的时候嘛，你出去的时候别人看到我们是笑脸，他回应等于是给我们笑脸，这个是我最大的感觉啦。那说实在的，东西很简单，你跟人的心很困难。好，所以说就看一个人自己，你今天我都跟我朋友讲说，你今天进来超马，你就是有缘。那有缘，你怎么样把握这个缘分？你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你不要空手而回。好，因为有些人他想要追求快速，可是他会空手而回，你刚刚没有达到他快速的效果，可是。老师常常在跟我们提醒说，人要反求诸己。当你有一些进出现的时候，生活一些不顺的进出现的时候，像刚才纯玉姐姐分享的，她透过超马，她去照顾失智老人。可是你看，现在政府在推长照，可是长照是政府的那种机制。你跟我们私底下来怎么办？很多老人都在，因为我爸他打安眼泪流淌四年嘛，
所以我提供看得很清楚，我感触很深。我说，那我老的时候我不要这样。女人哦，到最后，我就说，在超马里面我学会了一点，你生命要用到最极致，这样子生命它才有意义啊。但是在超马里面你学得到啊，看各位自己怎么去学。哎，因为这个东西它很简单，不懂就问而已，哦，它不困难。但是要问我们自己，那我们有没有心要去学，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心要去落实，然后有没有说？真的像这个老师他所说的话，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去上学一样啊，好，都很相信老师，老师说什么，老师说什么，那是这样子，好，一种单纯的相信，只要你愿意相信，我相信你进来之后，你可以获得到你自己的东西出去，然后善用在你身边，不管你今天是有钱人或者是比较贫穷的人，最起码心灵上面要快乐，这样子的话到。年老的时候啦，哈，你每个人都会老啦。年老的时候，心灵上会有一个追求。你像我前几天去分享超马的书给朋友，一个大姐，她也七十几岁，说：“那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我们都在推那个长照，说什么叫你们什么长照？说就是社区的长照，以移工社区的很多一些老人心里面都很空虚。可是我相信在我们超马里面的大哥大姐们都很幸福，为什么？对，因为他们自己找到他们自己的方向。”一年多聊，我相信一脑袋机一年，他们可以对上天讲啊，他也不用去等小孩子回来跟小孩子讲了。哦，这是我自己的觉得啦，对啊。那我就说，人还是一样，生命用到极致哈，你才觉得你的生命是精彩的啦，对啊。我最后结论是这个样子。那在超马里面学习，不懂就是大家互相问，啊，不要客气这样子。生命的极致就是说，你要自己确定你自己，你生命你想要的蓝图是什么。我们这一本书里面就在讲改变生命的蓝图，刚好今天读到第十五章《生命的奇迹》，你也可以。为什么？因为咱可能一般的观念是讲啊，我一生就是安尼啊。可是当你进来超马之后，你会发觉到你如实落实的如法实修之后，你也刚刚说很多境，很多生活。你可以靠自己去改变，我不要去求别人，我不要去拜拜，我不要去干嘛，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以外啦，可能他先急啊，我特别爱开心哈，所以我比较喜欢追求那种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对啊，不然像以前我爸爸他生病的时候，我也是求神问卜，花很多钱啊，可是还是没有用。但是我体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不对。凡事任何都是有因缘，都是有因果。你只要懂了这个道理，像我们老师他也有出一本因果嘛，《超级因果密码》这一本书，他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你只要懂了前因后果，你就知道你下面的事情你要怎么做。大概是这样。因为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比如说喜欢爬山的人，他们如果在山难中迷失了，他们会觉得他们也 OK 啊？为什么？因为一刚刚啊，被抄的时候我想干的耶，就是我最喜欢的啦、啊。但是我就暂时在这里啊，就是类似那一种观念嘛、啊。但是我又觉得说，我看到很多年长的人哈、啊，他们就觉得说，啊，骄傲的是安尼啊，就是波涛啊，是拖累小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可是现在啦，我们现在抄完之后，我们还会这么想吗、啊？对，不会，不会，一定不会。为什么？因为你想要改变你自己，重点是我们没有很大的金钱嘛，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让自己过得很快乐。我昨天才在跟我家人分享说，我家人每天看我在写心得，说：“那你写心得有什么改变吗？”说：“有啊，有逻辑思维比较清楚。”你看不起没啦？啊，你看不起被人家生气，因为你会觉得说在餐馆里面休息，你会到最后你会觉得我骂人。在造口业以外，你是伤害到对方的心灵。纵使是有些人会讲，有些人不会讲。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每天做忏悔的时候，当下你忏悔是每一天的生活境，还是说我忏悔说，我曾经对某一个人讲了什么不好的话，那个都是哦，因为不好的话，人都会记住啦。对啊，人家都一定会记住，可是记住的话，他就是刻在他的心灵里面的，会变成对他有一种伤害。
阿哥，这种伤害累积久了哈，会记在他的灵魂记忆体里面。这老师书上都有写，都会记在他的灵魂记忆体里面。阿呢，我们就生生世世跟他有过节，你那么一个忏悔，就类似这样。江姐姐 ，OK 吧？好，谢谢疫情帮助。刚刚疫情谈到一个点，他要谈到的都是谈的是生死的问题，对不对？那第一个我们谈到假牢，以前我们一个观念，养鹅怎样？好吗？可怕不可怕？不可怕。现在不可怕了，对不对？不可怕嘛，对不对？养动物嘛，养。所以老师告诉我要怎样养德防老。对，你的德智两过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去靠你的儿子？靠你？不会了。因为你知道生死的问题怎么样，你知道你死的归宿要去哪里，你会不会怕？不会怕。因为你知道你的这一生你有好好的修行，你的德智两过，你知道你死你要往哪里走，你会不会怕？不会。因为你已经弃除那个恐惧，对不对？对。因为你很清楚你要往哪里走，对不对？所以德超嘛，对不对？你越修心灵上有一个很平静的感觉，越平静，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就有一种很喜悦的感觉。所以呢，你就会感受到呢，就像这个题目讲的，生命奇迹你也可以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就像孔子讲的，你已经知道生，你还会怕死？对不对？所以呢，孔子常讲啊，不知生焉知死。可是你今天跑回来，你在超马系统修行，你已经知道生要干什么，怎么样？你还会怕死吗？不会。甚至有一天有一个一百多岁的中医师讲，他说你今天生病，第一个观念，他就给你一个观念，你想病医好，怎么样？他说第一个观念，你要有一个观念。不怕死，他说你只要有这个不怕死的观念，你的能量场马上怎样？为什么？他一种假戏啊，对不对？上天会怎样？那个正能量要下来了啊！因为为什么你不怕死？因为你了解生死了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修行是怎么一回事，你也知道你因为何而来到这个世上。你为了什么而已，对不对？你都很清楚了，对不对？我可以问一下。好，来，好。因为刚刚有谈到说我们要往哪里去，好，然后有生死的问题，就刚好让我联想到一件事情。我是修密宗，我来这里之前我是修密宗，我现在还是密宗的佛教徒。OK， 那我有一年呢，我到西就是那个尼泊尔。那我们的上师呢，要我们去一个圣地，那叫马拉比嘎。马拉比嘎是莲师莲花生大师他正道的地方。听我们的师兄讲说，他们以前到那个地方是要走三天三夜，那个山路是不通哎，好，要走三天三夜才能够到达的。那现在比较好了，他是有路可以走过去。可是他的路呢，就是这边是山壁，这边是悬崖。那个刚好是一部车的轮胎就在这里而已。其实坦白讲，我当下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我拿起我的佛珠就开始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真的很害怕，非常害怕。可是呢，我们全车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有二十几个人，那比较资深都跟着上师已经有二三十年的那些弟子，他们都没有害怕，还在谈笑风生，或者根本就奇怪，您见了都没惊，心都没惊丢吗？然后我就问坐我旁边的一个师兄说，我说你们怎么都不会担心啊？他说这条路是我们上师要我们来的，绝对是安全，因为他们很相信他的上师。再来呢，因为我们这条路叫做胜利，就是圣山的圣啊，就是我们去圣山的这个就是求圣的路。就算在今天在这里往生了，我们直接回家了。哎，听到这样之后，我整个心才放下来。所以我就谈到说，其实那就是内心的害怕，是跟你的观念，你清楚明白你在哪里，
你要往哪里去，你会做什么事情，你心里清楚明白的时候，其实那个恐惧感就不见了。是刚我，这是刚我联想到我在几那是十几年前我去尼泊尔发生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谢谢。好，来摩尼要跟我们分享，来，我这一张刚，我分享这一张啊，我分享一下我的最近的一些那个看法。我讲企业管理啊，企业管理我觉得很感谢这个目标管理。对。哦，对了啊。那什么叫生命奇迹？我们现在定义一下生命奇迹。比如说啊，我们人生都有目标，都有长中短，甚至明天嘛。对。我明天才去地上卖田的。好的，拜。目标也上，哦，公安目标也上，明年目标也上，我对我后生目标也上，我对爸爸妈妈目标也上，我对公司，我对我的薪资，哦，目标也上。我看我明年都会升到经理啊，就是每个人，我都从目标啊。啊，我刚读这一章哦，我是觉得，生命奇迹我们可以定义，比如说牙周病不会好，那我希望我有个生命奇迹。下个月牙周病可以根除，啊，对不对？比如讲，哦，那我们都有个目标嘛。我好在摆上，我好保卫啊，从每年健身外当存七十公斤，哦，这嘛是一种生命奇迹啊。我们让，所以其实我个，因为我可能跟各位比较不一样。其实我也做了起来啊，依照老师这个做法，有点像目标管理。俺等你哦，我分享的，等俺把长东船，弄腿条抓来下来。啊，下底下去哦，啊，来开始回推，啊，那喏只看得到，比如讲，啊，那小娃，哇，后面你娃娃去找公斤，好啦，即马高涨嘛，啊，啊，开始省了，哦，啊，我一当老啊十二个月，我个月刚刚跟两公斤，好啦，佮开始省，往一直往前回推，哦，啊，来到，然后中间有多，算了之后啊。原来安吉玛克里奈拉子，看到大黑目标，哦，阿弟也讲，后生，俺大家背景无同嘛，因为话无同嘛，问题点嘛无同嘛，哦，啊，有人是身体不好，有人是家庭事实，哦，啊，有人是公司的环境，哦，想袂起，啊是安怎，每一个人环境无，不要的，但是从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把它弄成生命奇迹。如果有生命的奇迹，安吉玛不久会得位。安尼对住我是啥物？安开始会熟啦。即老师讲，因为头我是讲到刚刚那一段咯，我马上回推。老师说的、啊、上面是我讲的是这一章啦、啊、哈、哦。很多东西啊，他那个你那个起始点跟努力点嘛、啊，要在同一个轨迹、啊。安就是安开始熟，哦，我目标很清楚，努力嘛，哦，上，向不上，我爱这上。哦，啊，每个不一样，中医大哥跟我的目标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哈哈哈哈哈！哎，这回来，啊，我死不回来，还有快点赶快嘞，对啊，哦，哎，所以按目标不赶，但是按我们可以回推，然后找出相同的，哎，红火赶快嘛，啊，看是讲，啊不，啊碍于赶的，我再尽量把那个缸里面的东西，我再把它去淘进去。而有人追求是生跟死，啊，想我追求的，我得在那追求的不赶。我咧办，我咧，我后个月，我公司啊，哦，还有我的代志，我希望有奇迹啊，对不对？哎，七月我对旧代志都无干，明年我对旧代志都无干，我对阮后生对旧无干，我对阮某对旧无干，我对阮爸阿妈对旧无干，安怎会当写？写伫纸，嘿，我做法人哦，我对我员工是安尼要求，你写伫上面，十份，看即摆开始做啥？一波，按开单告达月，按来目标。哎呀，老师，这个其实生命的奇迹你也可以。那是什么？什么叫生命的奇迹？对，他不可能的台词。我每天讲到七十公斤，我是刚刚有困难。啊、你别当说有困难，你讲一点达标。对嘛？哎，哥，我每天讲到七十公斤，我来弄的是。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啊！对对，好对嘛，好，一定要奇迹啊！一定要奇迹，好。啊，我各位两多公司的两多，哦，那，比如讲这样200万美金，我天哪，哎，我生命奇迹就是，我那个，我各位记得200万美金，我还不敢啊，那个是奇迹的，
那为什么当他领220级？啊，我给王爸爸看，当他前7年，诶，或许，哎，好，我可能他，我要王爸爸来审核，王爸爸也是退化，我可以看前7年，我这上，原来出来出一点啊，哦，啊，草莽里面就是啊、哦，回向啊，什么的，回向给他，或者是一些功德，然后跟他讲讲，哦，或者是请他听听老师的歌，哎哎，安诺安诺安诺。他当爸爸的学生命其实，对不对？哦，所以他在这不明显，你不敢，肯定不敢，绝对不敢。哦，年轻不惯的超载王不敢。安哥刚才刚照这一张生命奇迹，看看老师刚前面讲清楚，只是我们把它我自己贴章节把它汇总而已，有点像企业管理学的目标管理，按目标管理开始上，上出那个目标，好、哦，明确目标。而且上出来那个贵点，安怎有那个，哎，安等目标，安要有生命奇迹的下传，哦，啊、透过筹码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修得，知道吗？哎，在这里，这是我一点归纳整理的，分享给各位。好，谢谢各位，好，没有，对，我们在这个超凡修行里面，我们可以制定。短期目标、长期目标，这个可以这样做。啊、哦，啊，你刚进来超马，当然你老师刚刚讲的，你不会要求你很多嘛。但基本上第一个条件很重要，心门要打开。如果你心门不打开的话，你想要变成一个接受体力的导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请问各位，什么叫心门？因为心门要打开嘛？什么叫心门？好、哦，两个讲完啊，怕开心来无汤，有没有？这个台语常常这个又这句话，那我们两个就是心门嘛，对不对？那对，那请问各位嘛，这个话大家都听过，那究竟什么是心门？什么是心门？是心门，有没有人了解什么叫心门？因为老师也常常告诉我们啊，要心门打开。如果你心门打开，你心门不打开，你要那修的不好。真的，真的，没有错嘛，对不对？就像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这栋房子，如果我们没有窗户不打开，阳光进得来进不来？进不来。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把那窗户打开，让阳光进来，对不对？那什么叫做把新人的窗户打开？第一个，你一定要信，你一定要相信，对不对？你怀疑的话，那老师讲的话，你会不会相信？老师身上讲的真理，你会不会信？不信，就不会去做。这个就是你都不相信，所以你不会去做，对不对？所以基本上，第一个你心门要打开，第一个你必须要相信，对不对？相信了以后，你才会想要去想要去了解，对不对？对。所以呢，那你了解了以后，还有一个重点，你心门要打开，你有任何疑问的时候，你要怎样？哎，清晨答案要去问。不要讲我爱蒙，有没有？你不问表示什么？就表示你还有什么？还有怀疑，对不对？你还有怀疑的时候，表示什么？心门没有开啊。所谓心门开，第一个就是你要相信，不可以怀疑。第二个有问题就要怎样提出来发问，那把你的问题点怎样解开？然后你的心门就怎样打开了，因为你有疑问了，你把你的疑惑点解开了，对不对？那老师讲的你自然而然就怎样，你就会听进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我看大家都有读过，都会信过宗教，宗教常常告诉你什么叫真我，什么叫假我，听过没有？一定常常听过这两句话。我们要追求什么？真我，真我大我，对不对？
那什么叫假我？假我，假的我。那请问各位，真我跟假我怎么区分？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一定大概很少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吧？来。兄弟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曾经有想过，就假我就是现在的我，我现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物质体的我，那真正的我是我未来真正的灵魂不灭定律了，应该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对，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会曾经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来修行，一定你们都听过嘛，我要修真我。那很奇怪，什么是真我？那到底真我是什么？假我是什么？有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有没有？你要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假设，好真我是我们的本名。哦，真我是我们的本名。哎，对，然后呢？假我就是我们外在的贪嗔痴。假我。我想你好，你这样想，大概你们以后就会有概念。所谓的假我表示什么？他会怎样？会毁灭，有没有？所以一切都是什么？假的，都是。比如讲，你不想死，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那个我是什么？假我。那请问会？请问各位，真我会不会死？会。那什么叫做真我？就是你要去找到真性的自我。叫做真我，所以我们常常讲要追求本性，那个才叫做真我。所以老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好好的修，好好的修，修到了你能够回到你真性的自我的时候，然后你的能量场会不会跟天地接通？会。有没有？老师要跟你我们谈的修行就是这个，你修到了真我，你的能量场跟天地接通的时候，请问各位，你想不会毁灭，可不可能？可能啊，因为真我本来就怎样，不灭啊，对不对？对啊。那请问你，你想事业亨通，可不可能？可能啊。为什么？你接到了天地源头，天地源头会不会祝福你？会。会啊。那你要达到真我。不是那么容易啊，你必须要做到什么？第一个，爱跟感恩都要落实。第一个，你次次要怎样？利他，不是利我，有没有？然后呢，次次想到成就别人，不是怎样？成就自己。完全都什么？天地的真理就告诉你，不是为自己，你看看，为别人，有没有？所以修行是要改变谁？对啊，要改变自己啊。对，你改变了你自己了，那怎样还有可能怎样去造福别人，成福别人，成就别人。所以你看李嘉诚都讲啊，李嘉诚你看人家企业为什么这么成功，他就讲要别人赚钱，你自己才有可能赚钱，对不对？所以他就跟人家投资生意，他讲了可以拿七成的利润，他不拿七成，他甚至愿意拿到四成，有没有？因为他考虑到别人要也有利益啊，人家在想怎样跟你合作啊，所以他第一个脑袋要想干什么？我要利益别人，对，利他嘛，利他才能怎样利我于，对。所以这个真理你懂了以后，你就了解到，所以老师告诉我，原来物流可以很简单。接通天地的源头，你只要接通天地的源头的时候，天地要赐给你什么？有没有？都很简单。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讲：有求必应，怎么样？那有的人讲鬼扯，怎么可能有求必应？怎么样？有人去问那个印光那个什么大师嘛，他就讲这句话、啊：有求必应嘛。然后那个下面的人就讲鬼扯，怎么可能有求必应？他说你没办法有求必应，表示你的怎样业障没有，
消亡。所以呢，你业障消亡了，你就得资粮怎样够不够？够，够啊。那你做的时候，你讲天地会不会赐福给你？会。啊，你会不会有求必应？会有求必应。所以今天你想生活境的过得更好、更美好，你想富有，简单不简单？简单，很简单啊，对不对？对，为什么？好好服务实修，第一个赶快，大家想的都是利他，不是利人，成就别人，对不对？然后用爱跟感恩的心去面对一切的所有事物。我说，那你处处都在怎样？处处都是在行善，都是善念，对不对？那你的德智量每天都在怎样累积、累积、累积，怎么样？对不对？对啊。那你讲，就像那个尧帝一样，他的后母，哦，那个舜帝，舜帝吧，哦，舜帝那个后母有没有很欺负他？他有没有埋怨他？他这样对他的后母，对他的那个，那个弟弟啊。更好，到最后都变成孝感动天了，怎么样？你看他在做跟农作的时候，你看动物都来帮他做，对，这个叫做孝感动天，天自然来帮你。所以你今天你真的如果如法实修，你已经做到了这个，你的德之良已经够了，自然而然你就会感应到。天地的能量场源源不绝，一直怎样在加持的你，一直在给你加持。那你讲，你想不好，可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天地一直认为天底下这个乱世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修行团体，我为什么不加持？对不对？对。所以老师告诉你，只要你如法实修。对不对？在超马系统里面的家人都会怎样？清醒严厉。好，或许真的有的人会不太相信，那你不相信表示什么？心门没开，又归回来了，你根本没开嘛，对不对？你不相信啊，你相信了，对不对？你去做，就像老师讲的，没事。老师讲的。太阳的祝福，每天早上起来唱三次就会得到太阳的祝福。你说搞科学，真的啦，信哲理，哎，真的，真的。好，来，我们请这个，哎，我是中医的姐姐，哎，78岁，哎，我大姐。现在哈、哦，讲那个太阳的祝福哈、哦，因为我，哎。我今晚为我阮弟弟，你的哥来讲啦吼，我就感恩我弟弟啦。他拿了一本《因为有太阳》，因为他不要告我老公嘛，对吧？我为了哥来讲，对，谢谢。那是我照顾他还是很辛苦，一天我困困来，有一天我的家人的农夫来了来讲。他的头痛已经不多了，额头跑了一个太阳出来，啊，就是有好转的啦，就这样了、啊、哈，啊，所以我就感恩我弟弟了哈，啊，那这样我才有一天，欸、我拢讲明这位去听阿瓜的，我就是心门没打开，我不相信，好、哦，我不相信，我就。儿子拿回来试看一看，我拢把起来放咧，我咧更前面顶管拢甲看，看当我啦吼。啊，有一天我就看脸书，哎，我弟弟拿着麦克风在那边做什么，我就打电话问他，他说他在读书会哈、哦、主持这样，啊，我就说那在哪里，我就去听了呀，我就去听。但是我一进来的时候哈、哦，我打开。我无咧做新闻，因为我册还未看了嘛，啊，就是看。啊，到有我咧做新闻时吼，弟弟拢甲我讲，叫我爱想太阳，啊，但是我拢想无啊，我要哪想嘛，拢想无，拢太阳都，伊都无看我感应啊，拢想无太阳。那我就是我自己的功，那是不是我要来听老师的公修？哈、啊，公修课啊，我就传来听。天天还要我等你折哈，哎、欸，真的嘞，
我记得上供修好了，等你，我一坐，太阳公公就随来向我感应啦。啊，去去迄个听老师的迄个去讲话，我就是听老师在上课，他在讲。所以我们每天哈、哦、要做心法的时候，你爱唱，因为有太阳唱三拜，唱三遍。啊，我家己就讲啊，那因为有太阳唱三遍，啊，我就在我自己就在家唱了太阳的祝福三拜。我大家在做心法拢总拢就是爱心，安尼咧做了，我才开始做心法。哎，真的，我每次我若见出来，甲太阳公公打招呼的时候，我就流泪了。啊，我每天做心法，做到要唱，因为有太阳，我嘛流泪。啊，唱太阳的祝福，我嘛流泪。好、哦，啊，即摆了，我到最后第三，我咧做迄个接受太阳能量，我就是会跟太阳公公说话，说我咧上一回，我咧新一回，我就这样跟他讲。但是真的咧，有求必应。哎、欸，真的，真的。我跟他讲什么，我跟他讲，啊，我就是好，啊、哦，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像我小媳妇，伊被科幻营，诶，迄个家教官，那个是不是很难考，很难考？我每天做心法的时候，我都跟太阳公公讲，诶，他真的考到了榜首，哦，是不是？哇、哦，太高兴，太高兴。他第一年没考上，第一年都没有考，没考上，啊，即马。诶，伊即马要搁去面试吼，要面试，来搁去台北嘛，去迄个考选部吼。啊，我就是伊来，拢搁等于甲阮公公拜拜。啊，我就拿了一本，因为有太阳，我就摕吼伊，我讲你即本来扎身躯，吼、哦，安尼爱着拢扎入扎入去。迄、那个考，迄、那个考试要甲伊面试的考官，伊讲啊，你的包包吼，较卖摕吼外套的啦。你拍你吧，伊讲，因为老师，我爱这个包包，我拍，我才会安心。哦，安尼嘛，你讲讲安尼，我嘛，我才会安心嘛。那那个考官也同意他，也很可爱。结果是不是那个考官有三个？伊拄我在拄好迄个时间，拢甲排伫要十二点迄个进前遐，啊，这三个。我甲问甲超过时间，结果搁再来搁一个无要甲伊考的，诶，迄个过来问，过来甲问，我问过甲超过时间半点钟啦，啊，我回来我就问他，我讲，啊，你去面试了吗？哎呀，安尼讲，因为我做心得的时候，做心法的时候，太阳公公已经有跟我，我一个迄个哥讲一定会上，吼，对啊。了，伊甲公公讲，啊，那一定上了啦，唔免阁你唔免阁烦恼啊啦吼，啊，阁了着爱阁照，伊要阁分配，啊，那家己去算嘛，足侪位个嘛，爱着要等下阁吼，啊，就这样，啊，着了，伊着甲讲，哎、欸，妈妈，我考了变榜首呢，哦，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真的有求必应，所以太阳的祝福你一定要唱，天天唱。好，哎、欸，好，谢谢，好。刚刚他讲的哈，在做吸收大能量心法的时候，如果自己观想不到太阳的，怎么做？怎么去观想太阳？我们就要利用早上或是傍晚出去看太阳，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再观想太阳，然后它会出现太阳，然后等一下可能会不见，那你就继续眼睛再看太阳。然后再眼睛闭起来，再观想太阳。你要这样练习，练习到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太阳就会出现，然后不会消失，那就完成了。那个太阳的怎样能量已经进入你的灵魂体了。那个时候你眼睛闭起来就能够观想太阳，这样子知道吗？哦，这样子。对，是的一个做法。对，就是早晨的时候看太阳，太阳闭上眼睛，哎。然后太阳消失了，你在这边看这样，对，再闭起来，再练，哎，一直练。练什么呢？练习，就是练习这个观想太阳的能量，对不对？练习，练习太阳公公的那个安怎样呢？哈，好，这样知道哈。然后呢，刚刚他讲的里面有一个过程，他讲
为什么他那个包包他想背在身上？第一个，他包包里面有老师的书，有老师的能量物质是；第二个，包包里面他有老师的感恩四季经，感恩四季经能量非常的强，所以有机会，如果你碰到任何的状况，请你赶快念感恩四季经，上天会得到祝福。那等一下，如果要这个感恩四季经的天主，随时来找我念。好、哦，这个感恩四季经天主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我们都会有知道，最好的结晶，能量的结晶是爱跟感恩，怎么样？江本胜博士测试出来的，水的结晶最美的，就是爱跟感恩嘛。那请问各位，感恩四季经里面有没有爱跟感恩？有。那你把这个贴纸贴在这个茶杯里面，水的结晶会不会改变？会。贴在你的饮水机里面，水的结晶会不会改变？会。那我们身上有多少的水结晶？70%以上的水，那你水的结晶贴了这个改变了，变得很好了，对你身体会不会健康？会。戴在身上一样啊，一样会有能量。好、啊，然后呢，贴在手机也 OK。还有呢，如果你不好睡觉的人，把老师的书放在枕头下睡觉，可以睡书。还有把这个贴在床头贴床头 ，OK， 都有正能量。这样知道吗？所以在超马里面有很多的什么法宝，只是宝贝，只是你不会用而已。哦、所以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不会用，哦，随时都可以，下次都可以教我。群主啊，问一下，问一下，都人家都会帮你解答问题。那会有一些学长姐，对，会帮你们解答。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了哈、哦。那我们接着下来。